这是进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蒙特利尔》2007年6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，第73首诗《韩悲》，作者李商隐。缘何天子神武之，彼何人哉宣于兮？是将上雪列圣池，作法宫中朝事宜。淮西有贼五十寨，封狼生出初生皮。不惧山河俱平地，长歌利卯日可挥。帝得圣乡乡曰杜，贼着不使神扶持，标悬相印着都统。阴风惨淡天王旗，树无古通着牙爪。夷朝外郎在彼随，行军司马至且勇。十室万众有虎皮，入蔡富贼陷太庙。公无与让，恩不知。帝曰汝度公第一，汝从四御宜为辞。欲拜其首蹈且舞，今时刻画臣能为。古者世称大手笔，此事不系于执思。当人自古有不让，言弃吕汉天子仪，公退斋戒作小阁。汝染大笔何淋漓，点串摇点顺点字，涂改清妙生民诗。文成破体书在纸，清晨再拜铺丹池。表曰沉郁媚史上，有神圣公书之碑。碑高三丈自如斗，复以灵鳌盘已矣。聚其羽虫欲者少，蝉之天子言其思。长绳百尺拽碑倒，出沙大石向魔掷。公之斯文若元气，先食已入人肝脾。汤盘孔鼎有数座，今无其器存其辞。呜呼圣皇即圣相，相于选鹤留存兮。公之斯文不事后，何与三五相攀追。愿书万本送万过，口角流墨右手之。传之七十有二代，以为风蝉玉脸明堂鸡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